喂，这雨有点大哦。你看路，别看镜头。我看不着路，还不如看你呢。我的天！兵哥都没闪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今天我们要去拍 AOL 的 Vlog， 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10:30了，但是我们今天下午2点就要还车，也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呢，出发吧。哇，我好多鞋呀、啊！昨天还在下冰雹，今天就出太阳了。广州的天气真的谜一般，像女人一样难以猜透。这你开哪去啊？奶牛哎！要不要去看奶牛？在农业大学看奶牛，被咬死都不一定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已经逛完华东了，现在呢就是去还车的路上。然后在这段路上的话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奥迪 A6 转型换代之后呢，就有两种风格的设计，然后可以满足更多人群的需要嘛。如果你是年龄稍长的话，比较喜欢偏成熟稳重一点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个那个豪华版会比较适合你。但是如果你是追求年轻，然后喜欢运动一点风格的话，它也有一个运动版可以。当然呢，前提是你要有50万左右的预算。当然，如果你是铁了心一定想要买 A6 的话，我会觉得45TFSI 中有一个售价大概是在44.28万到47.88万的一个中低配，我觉得是比较推荐的，因为呢它的性价比会比较高，然后无论什么用途的话呢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吧，然后也不会像入门级的40TFSI 豪华系列的话那么摘，那个连座椅加热还有全景天窗都是没有的，然后也不像45TFSI 快手尊享系列还有55TFSI 那么不抵。当然呢，前提的话是多色氛围灯啊、座椅记忆啊，还有后排隐私玻璃，还有 B&O 的扬声器，这些配置的话，你都不是硬性需要它的话，我就觉得还是可以推荐买这一部的。至于是选44.28万的两驱，还是47.88万的四驱，那样的话就得看你自己的用车条件了。你很寂寞啊，珊珊快点啊，不如回家吧，别拍了，回你个头，快点。接下来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奥迪 A6L 的选装配置，它的选装件呢还是十分的丰富的，分布呢也非常的开放自由，例如呢最低配的豪华型也基本能选满以上所有的配置，像 B&O 的音响啊是14500块，还有单色的氛围灯是2500，多色的氛围灯的话是7900，还有 Alcantara 加 Nava 的屏是1000块，360度全景影像11100，还有高清矩阵式 LED 的大灯是16800都可以选装到。当然，假如你有买 A6L 的钱，但是
却对 A62 实在不感冒的话，你可以选择 A62 的宿敌，例如宝马5系啊，还有奔驰 E 级啊，还有雷克萨斯的 GS 啊，还有什么七先生的那个叫什么 V90 啊，这些都可以在你的猎选范围之内。OK。三三，嗯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？我喜欢黑社会类型。我从小就是要做黑社会的女人，大哥的女人，就那种满脸胡渣、戴个大金链子那种。那很捞啊！我还以为你说是很捞啊，很蠢那就。不会啊，我喜欢那种络腮胡的男生。哦，张飞。再黑一点，再黑一点，包公，包公太黑了，包公没有胡子，真的？我怎么想不到这样的历史人物了？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奶小奶狗，哦，就那种韩系的我不喜欢，哦，就我这样的，为什么不喜欢那种小奶狗？就一点男人味都没有。我本来就已经够 man 了，他们降不住我。哦，降不住你，就喜欢越 man 越好，最好带点狐臭的。狐臭是不用，狐假不是狐臭，就那种能把我制服的。制服的体毛。所以我喜欢胖的。啊，要肥一点的。对，我喜欢。那身高。160斤以下的免谈。我操，那韩露你不就很喜欢？好了吗？其实有病啊你！政策，骗你的了。